要不要搭我的车？不顺路，我可以让司机专程送你。不必了，别客气。不是跟你客气，我知道你看不惯我，彼此彼此吧。你一定要这么对我吗？你也可以这么对我。我不会这么对你，不是因为我怕你，是因为我不想让大家看笑话，说我们峨眉相见。怎么样啊？你现在还单着呢？对呀、啊。你喜欢什么样的？告诉我，要是有合适的，我给你介绍。我就喜欢我自己这样。我要是男的，我就娶你。我可不会嫁给你。再见。